团 BLACKPINK 成员皆是精品宠儿，只要是上身的单品都会受到粉丝关注。近日基素、Jennie、Rosé 有默契的在 IG 发布美照，而这次带货的总算不是高奢单品，是运动品牌的低筒鞋，引发网友惊呼终于买得起同款了啦。事实上 BLACKPINK 过去就曾为艾迪达 Oranges 拍摄过春季形象照，此次终于在个人 IG 带货一波。 Rosé 抢先以素色白 T 搭配牛仔裤出镜，好身材一目了然。 Jennie 则是与爱犬同框，身穿香奈儿白色针织衫与黑裤的优雅造型，霸气开腿晒鞋。而 Jennie 选择以 T 恤与牛仔裤的轻便装扮拍摄美照，三人联手带货也让 Foreign Looks 风潮回归呢。